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， 还有 Discord。今天在天地节优城赛艇的微信官方这边呢，公告了一个预告哈，十里长亭霜满天，青丝白发度何年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哈，时轮运转啊，又有新客来。OK， 应该就是新的联动活动了吧？这个图上面写什么字啊？一把琴，古琴，然后什么不相什么 ？OK， 反正大家有兴趣再去官方去看一下哈。反正就是一张图片，然后哦这边要写，对不起，君诺不相遇，这是遇，这个字是遇嘛？然后更。难道好是这样念吗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中文造诣不太好，如果知道的玩家可以告诉我，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然后这张图片呢、啊，残灯明灭，枕头椅。这个啊，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张图啊，我想到的人是宁采臣。第三个呢？是一把很像桃木剑的剑，剑出有名，虚的是光明磊落，堂堂正正。不知道是不是燕赤霞啦，我觉得是倩女幽魂啊，应该是倩女幽魂，宁采臣跟倩女幽魂，感觉是这样子。然后有两个图案哦，小倩是吗？等一下，这不是。哦，对不起，这个是新角色的原本英灵的新时装啦，是方云吗？风寒月看不太出来，蓝乌沙这两个新角色是谁啊？艳红、烟火、辞旧迎新，应该不是五蝶吧？五蝶最近才出一个新的，还是方云啊？这我觉得这个嘴型很像方云哎、欸，还是风寒月？不，风寒月不可能这样，这个我感觉好像是蓝乌沙哎、欸。反正这三张图片哦，古琴是谁啊？古琴是小倩吗？好，我有点忘记倩女幽魂在演什么了。然后这个很明显应该宁采臣吧？这个应该是燕赤霞吧？应该是燕赤霞吧？这个联动哦，不知道是不是一月底的时候出，不晓得。好啦，今天的情报就是这样子啊。希望这个如果真的是倩女幽魂哦，我蛮想抽燕赤霞的，也蛮想看姥姥是长什么样子的。好啦，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